商首都集团的 Nicole。我今天呢，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泰晤士河河畔，我后面呢就会是英国的富人区切尔西。现在呢这个位置叫做 Vauxhall。今天过来这儿呢是想要带大家看一个项目，它呢是中国的一个开发商，叫做富力地产。之前我们的往期视频呢介绍了很多的英国本土开发商的项目。今天呢想重点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的开发商在于英国所开发的项目。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区，它的位置真的是非常的好啊。这个楼盘呢，他们是整个这一个区块最大的一个开发项目。未来呢这个区呢会是英国的第三大摩天大楼群。第一大和第二大呢是伦敦的两大机构城 Bank 和 Canary Wharf。之后呢这边就会是第三大摩天大楼群，会有其住宅、生物、文创等等综合体的这样的一个区块。这个区块呢因为是在伦敦最最市中心的位置，右手的泰晤士河畔，其实它是完全是可复制的。一旦这个区块被全部开发完毕以后，未来是不会再有这样的一个位置可以让你去重新建设这种摩天大楼的。它整个这个项目，它的团队呢全部都是最顶尖的设计团队，我们一起来好好看一下吧。现在呢来到了这个 One Time City 泰晤士河一号的一个一房的样板间。我站的位置呢就是它的入口处，然后呢它会有这样一个玄关，这样一步走过来呢，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这个入口门，是深色的实木门，然后有猫眼这种复古的五金，用的都是 Hamilton 品牌，然后呢还有链条锁，另外它是三点式的门锁，安全性很高。那再往里面走，第一个这个门呢会是它的这个一个 storage，里面也会有它的一些配电箱啊什么这种东西藏在里面。再往这边呢，第一个这个门呢进去呢会是它的客位，然后也是大理石的贴面砖。这个一居室就是跟常规的一居室区别就是它的面积要大很多，然后呢它有两个卫生间，所以这个就很人性化。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边有这种可视的电话调控板，然后它的这个开关的按钮上面都有各种小图标，就是让你很清晰的识别每一个是控制什么位置的灯光。然后所有的它的这个控制的东西呢都是可以跟你的手机或者平板是连到一起，然后做那个终端的控制呢就很智能。然后这边走呢就是它的客厅啊，然后餐厅区。先过来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储藏室，然后也是它的 utility room，然后包括洗衣机等等都是藏在里面，所以外面看着就会很整洁。然后我们到客厅这边过来看一下，它的收房标准呢也是这种稍微有一点褐色的这种原木地板。然后站在这儿呢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屋子它的层高要比正常的英国的公寓的层高要高。一般的话它的标准呢是 2.6 米，但是这一个呢会做到 2.8 到 2.9 米，然后它呢也会做这种咱们中式的这种吊棚。所以其实这个楼盘它很多的东西都会被华人去考虑，然后它呢也是这种双层的大隔音玻璃，然后整个也是挑高的，采光就会非常好。设计师他的理念呢就是想让住户呢能够很好的享受到泰晤士河的河景，另外呢包括吸收更好的阳光，但是这个玻璃呢是有隔音隔热的功能。另外呢它的这个上边会有comfort cooling，就是它的空调，然后它的取暖呢会是全屋的地暖。先是看到的这边呢会是隐藏的冰箱，然后往这儿走呢这个呢会是它的这个洗碗机。所有的隐藏式的家用电器用的都是西门子，然后外露在外面的电器，像它的这个炉灶，然后它的微波炉、烤箱等等，用的都会是米勒。另外呢，也会配酒柜，是 Kiko 的品牌。其余的空间呢，都会是置物空间，里面都是有帮你安装好隔架呀这种。它整个的这个厨房的设置呢，就是很英式的这种现代化的厨房。再往这边过来呢就是它的用餐区，这个公寓的面积呢确实是还挺大的，所以它这种额外的空间还是有很多，另外还会有阳台的部分，但是因为它还在施工，所以我们没办法给大家拍到。好，那往这边过来呢我们看一下它的卧室区，卧室呢是套间，卫生间会在里面。我们
先过来看一下，它呢最后的收房标准呢也是白墙，然后灰色的地毯，然后软装的部分呢自己来搭配。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什么窗子的那个样子是通顶的，然后它的隔音隔噪效果非常好，完全听不到外面的声音。它呢整个屋子的这种烟雾探测器和自动灭水系统呢全都给大家安装好了，然后也有这个 ventilation， 就是叫新风系统。平常呢什么都不用开窗，它的这个空气也会自由的流通。那再往这边过来呢，我们看一下它这个通顶的大衣柜，这个呢也是帮你做好了内置衣柜，然后里面包括它的这个柜子也都帮你安装好了，抽屉啊等等。好，那我们再往这边呢就是到它的主卫。主卫呢它的设计呢就是走的这种很稳重，然后很有质感的这种大理石的贴面路线，从墙到它的地面都是统一用的同一材质，然后它分为浴缸和淋浴区，所有的洁具呢用的都是杜拉维特的品牌。然后呢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五金，像它的水龙头，然后像它的这个按钮，然后包括它整个的淋浴头操控板等等，用的都是汉斯格雅的品牌，品质都非常的好。那现在呢就是今日的看房总结了。总结几点，就是这个项目呢完全是中资企业，所以它呢整个的项目的特色呢都会保留很多中式的东方的，像它的园林呀，包括它的室内的设计啊，都会考量到很多华人的生活元素，所以呢对于其实我们的华人买家来讲，那其实是很适合我们的。再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位置可以说是独一无二了，因为在伦敦的一区能够做这种 regeneration 的区块就只剩下这一块，未来呢它的升值潜力是非常大的。接下来呢就是它呢有一个非常无敌的这个泰晤士河河景，那它是双面可以看到泰晤士河的，所以其实这一个地理位置也是无与伦比的，未来呢也是不可复制的。最后呢就是这个区域呢已经其实集结了大量的这种世界的富人，然后包括各种精英，他们到这边来做投资或者是居住，所以说其实未来这一块当它全部都建成以后，它的基础设施，然后包括它周边的所有的资源都是全世界最一流的，所以说自己不管是居住起来还是把它出租出去作为投资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好，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还有什么想要看的楼盘或者想要了解的开发商，可以和我们联络哦。拜拜。